没上车啊，把我都给骗了。来看一下床上宴，今天第一把选择了，并没有选择在湖景村打，而是选择了永眠镇。这个皮肤让我想到了东玄。哎，当时东玄是用这个皮肤的吧？上来一颗球，哎，没敲。身位上面感觉够。心理空军击球手加杂技阵容其实还是蛮不错的，能扛能打能修，只是这套阵容不确定带不带薄命。插眼红蝶，目前来看这里还真的追击球手不是很好起刀啊。不过他这一圈绕下来呢，其实干扰到不少的机子，看到这边心理直接叠过来找心理，可以的，我觉得抓心理要比抓击球，因为击球手这个点你不抓他，他也会来找你的，对吧？待会他来找你的时候抓机会就行了。这边想飞过去，被血令是一个回头给挡掉了，没能过板。第一刀如果说打在心理头上面要起三刀，飞过来啊，第一刀没中。血令今天还真不错呀，这不得奶他一口，真发挥的可以啊。他除了今天就是两波拉拉队员的加速交错了之外，啊，不是加速，那个刷新交错以外，好像确实各方面还挺稳的。一个蝶飞过来，三台机了，三台机了。这个阵容确实上来抓击球手，感觉啥都没捞到的话，劣势。现在需要看防守端，击球手过来打架也可以。这波来打架，如果说真能保一手啊，击球手吃一刀。保一手很香，这边上车了，上车，哎，这波没飞过去，那跟车吧，跟车以后落地完成击倒，但是你落地会不会吃一枪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击球手赶过来嘛，击球手也在赶，哎，这击球手跑老快了。红蝶飞过来，倒是要倒的，但是我击球手已经站在这边了。穷者现在是一个全面领先，因为人还没有上挂，密码机已经超过三台半，人牵起来，还是那个问题，暂停破译我去救人。杂技带的是薄命吗？刚才没有留意啊。如果杂技带的是薄命，能够卡半，哎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空军这边也没有动，空军这边要等到机子修完以后再去救。这里干扰一手密码机往回飞，人救下来，击球手这边两颗球带飞轮先保，打出一个薄命效果就够。当然杂技那边的机子呢，现在被眼压着，还没有那么好修。一颗球打开，甚至还把这颗球给剪掉，能打出一个二挂，能打出一个开门战上挂飞的心理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因为这波的话，击球手应该比较难拦得住了，距离上面有点远啊，距离上面有点远。这里的话，心里还没到啊，放个蝶飞过来，反手一刀，好的。跳过来一刀，飞轮交掉，真不错。击球手打到现在还有两颗球在手里面。杂技也过来跳球，让空军呀，最后一台机子，其实空军就把枪带过来一起打会不会好一点啊？打你一刀没打中，这边的话一颗球啊，要球不要命的。大哥你没打心脏啊？那边强行摸，想要摸起来，那这边看看飞天，哎，签能签吗？能签吗？打一刀杂技，99密码机好了，心理这边摸起来了，四人开门战有了。今天你真别说啊，这四个小兄弟越战越勇，越打越凶。只是他们这边一直不亮机，这个心理是不是没有大心脏啊？我刚没留意，心理有交过飞轮吗？空军过来，那这波不亮机应该是心理没有大心脏的，我猜猜啊。
飞轮双弹是吧？好的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留意到，打一刀。想一想，这里的话，过去把心理挂上针对心理，求生者肯定是不满足于这个平局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来打。但是从结果上来看，或者说从现在这个局面上来看呢，他们打的越多，哎呦，这把枪没机会躲掉，打的越多，其实红蝶机会面会越……哎呀，没飞过去，没飞过去，没飞过去，回头看这边找心理，空军。刚才第一时间追心理的话呢，确实是非常好保平的，对于红蝶来讲。但他想追空军，追完空军以后再追心理，想要去还要想够一够真胜面，飞过来这边接手，接手这边的话一颗球没中，落地。没想到这个心理没上车，把窗上燕给偏了。哎，我也没看到哎。我也没看到这心里没上车，血令没上车，把我都给骗了。双杰，拉拉队员大副囚徒勘探，也蛮不错的，也蛮不错的。这个阵容对于红蝶来讲，上来抓人。抓囚徒，就是他抓谁，你都感觉不是特别的好抓，没有特别容易的一个点，就没有特……哎呦，我这波飞，拉拉队员这边已经过来了。有一说一，今天他们这支队伍真的打得好凶啊！这拉拉队员已经过来了，保人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不是上来就开保吗？二十层，这边一个侧叠飞，漂亮，让你保，对吧？上一把让你四跑，哎，嘚瑟起来了，小血令，啊，放弃修机过来，好了，现在密码机总量一台，这个局，虽然说上半场啊，穷者赢了，但是我真觉得这一波他们打的有点多了。这里当然就好像拉拉队员不过来呢，你加拉拉队员当时是密码机是两一台嘛，就加拉拉队员的半台，也就是一台半，一台半的总量对于穿上焰的红蝶来讲，落地刀一刀闪现堵，哇塞，一个拼一个更拼，怎么上一把四跑的气还憋着呢，这一把哥们必须四抓，我必须拿下，隔窗刀有，好的。闪现落地刀没打中，也无所谓。现在对于穷者来讲，他们唯一的机会是什么？勘探员过来打架，把这个囚徒给打走，飞过来，来来来点，哎呦，这个飞轮交得好。还有双 BB， 能打一刀的话很香，能打一刀的话很香。这边勘探员过来打架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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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囚徒这边的话，因为是有飞轮的，所以他的自起比较快，一波吸，人放下。放蝶没吃，哎，等飞轮，哎呦，这个轮破了，但是囚徒是有可能起来的，囚徒是有可能起来的，这波囚徒起来，勘探员吃这些伤害的话就没起来，没起来，这个人还能挂的上吗？他是被弹下来的，他不是摇下来的，他只要是。只要不是摇下来的就还行，打是打得不错啊，这个密码机已经达到三台了，但是一看穷者的一个状态呢，这个状态他们是没有后续的了，甚至这个勘探员我相信现在以窗上燕的本身那种凶狠的打法，就一定会过来拿你刀的，因为他有自信，就你这个人就算救下来了我也能够快速击倒。这波要打一个勘探员的交自起，差不多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收官阶段了，因为这个局其实打到真正的残局是没有太多的悬念的，就这个收官阶段。二十层，二十层，血令，
铁链今天确实打得很勇啊，飞过来一刀没打中，莱斯。红蝶闪现还有15秒，现在的话已经吃不到这个加速了。囚徒一个蝶风跟过来，跟飞漂亮。莱斯挂飞，外面三个人残血，闪现捏在手，这波飞飞的漂亮。他们不能一把四跑一把四抓吧，然后连起手来割我两波充电宝，你不如一把三抓一把三跑啊。现在勘探员这边倒地挂上，求生者这边看能不能逼出这个，哎呦闪现逼不出来了，好像飞轮交掉，待在距离上面差一点点，交闪了吗？不交闪，磁体还有，这边身上有蝶飞过来，勘探员还没倒，红蝶这边的话也不是很确定，好像没有交这一波的闪现，有个地下室，打断闪现还是交了，最终还是交了，因为看到这个地下室了啊，看到这个地下室了，这个地下室这边遗产机都可以再逼一波大副，因为感觉这个我也不知道勘探员是不是交自己的。大副这边的话逼出怀表，甚至还能赌一刀吗？不赌的话就挂这边吧，这边可以压密码机的，可以干扰密码机的，这个机子压住基本上是三针四了。飞天做防守，大夫这边想救人，哎，莱斯不错，这波大夫的走位也很，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几局的质量很高啊，无论是求生者还是监管者，现在追一刀，哎呦没打到，哇，这一刀没打到，被墙给吸了，密码机还剩最后那么一丢丢了。24秒的传送，看了一眼密码机，外面重新打，重新起机子。有传送啊，有传送，这里。说实话传送勘探员也不是特别值的，因为这边有一台70%多的机子，勘探员不是一个挂飞，没有太大的必要。这里的话一刀打中，好的，有传送，回不回，传哪边，传密码机，哎呦我天，传椅子的话，上帝视角来看，传椅子应该是一个稳多抓，但是传着密码机就不好说了，因为那边人救下来以后，那边抢密码机，两个人抢77%的机子啊，而且这边传送交掉了，勘探员倒还行，密码机没抢到，密码机没摸到，红蝶这边他是真的一个都不想放过，赶过看到密码机抖，算了，先挂人，拉拉队员来救，真的一个都不想放走啊。找到拉拉队员，拉拉队员手里有一波加速，哎，这飞过头了，飞过头打一刀，拉拉队员密码机点亮是没有传送的，这个局难道要平吗？不确定。因为30秒，拉拉队员，哎呦，拉拉队摸到门了，拉拉队摸到门的话应该是平了，拉拉队摸到门应该是平了，飞过来一刀，漂亮，平了，赶不过去了，没传送。他刚才其实开门战之前，我觉得就是那刀拉拉队员不要打，等一等。可惜，哇，这个局平了。